每一個人咧參與 New Skin 嘅目的都唔一樣，可能每一個人咧佢嘅故事都唔一樣，而最終個目的咧都係可以咧達成佢自己嘅夢想啫。我自己喺 New Skin 嘅信念咧，點樣可以堅持到我而家一路咁走落去，甚至冇咧再走落去咧？其實信念有一個嘅啫，我嘅目標咧就係達成我夥伴嘅目標。咁我依個咧就係上下一心，點樣可以有個向心力？其實咧我會做得好快樂、好開心。因為可以成就人，即係我覺得喺 New Skin 度咧，點樣可以俾到佢哋更好嘅咧？就係成個過程之中咧，我覺得自信係好重要。我嘅信念即係令到人俾別人嘅自信。如果有信心，就乜嘢都可以做到。我覺得 New Skin 係一個一生難逢嘅機會啦，一個俾人達成夢想嘅平台。一件事情如果未做過的話，可以你相信自己做到，亦都可以相信自己做到，是決定咩咧？決定你的信心、你的自信同埋你的信念。當你有夢想，你的信念堅持到的話咧，你就會採取行動。唔採取行動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的信念不夠堅強。而只要加強你的信念的話咧，你必定行動。每個人都希望可以成功。我成日都講過一句説話：只要你有信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